生殘疾老人，退休保障極度不足，因此人大多都要依賴生育靠子女照顧自己嘅老年。但現代退休保障完善，例如香港每人都要供強積金，就算冇儲蓄都會受社會福利網保障，有綜援、社保金等幫補。相反，中國青少年報社調查中心橫跨14年調查顯示，越嚟越多受訪者唔認同養兒防老觀念，可見現代子女都未必會養翻父母，養兒防老已經唔再係一個要生仔嘅理由。二、性別定型不再，每人都可以自己獨自照顧自己生活，不被歧視。香港樹人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羅明生指出，中國古代講求男主外女主內，男女分工明顯，男性負責出去做嘢揾錢，女人負責喺屋企煮飯湊仔。而如果違反咗呢個原則，就會被社會歧視。例如女人外出工作就會俾人講做唔體面，而男人做家務就等於婆媽或者老婆唔得足。正正因為咁，古代男女先要結婚，各自負責自己被性別定型嘅工作，各取所需咁過日子。然而，現代社會男女平等，各色各位唔再存在。根據國家統計局，女性佔咗本科大學生嘅50%，而喺2020年，女性就佔咗就業人口40%，可見女性受教育、發展事業嘅機會同男性差唔多。換言之，無論男女，單身都可以自己一腳踢做曬揾錢、打理家庭細務嘅工作，照顧好自己生活嘅一個範疇，唔需要依賴婚姻。由此可見，以往男大多婚、女大多嫁嘅原因已經唔再存在。婚姻喺現代已經唔係一個工具，反而只係一個因為愛，兩個人自願一齊度過餘生承諾。因此，婚姻只係個人選擇，並無所謂應唔應該。最後想問有方同學，中國結婚率已經連續8年下降，咁仲唔係反映出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已經唔符合現代價值觀啦咩？多謝各位。正方主辯嘅發言時間為3分42秒，無需時無需。接落嚟有請反方主辯。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咁有請先人介紹。評判主席有何助？各位大家好，兩個錯歸納有方開辯，第一定義不清。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出自明清時代寫成嘅《水滸後傳》，意思係指男女踏入適婚年齡後應該結婚，當字代表應當，亦即係強烈鼓勵大眾戀愛並進一步結婚。需要，而我方認為有原因有意義。
再分㗎。咁如果佢想，但係有乜何再分，咁已經唔係同一個人嚟㗎啦。咁因為我而家同呢個人離咗婚，但係呢個你又話係長遠約定，咁咪自身矛盾。但係即係代表佢已經揾到個人，就想同佢去做一個長遠約定啦。但係我之前嗰個人你又話係長遠約定，咁而家又長遠嘅。咁但係佢而家揾到一個佢更加愛人，更加想做一個長遠約定啊嘛，咁所以佢咪同嗰個離婚，咪同嗰個離婚。咁點解唔拍拖嚟講？咁但係拍拖同離婚嘅分別就在於拍拖可能不能夠長遠，但係結婚就可以長遠。我哋而家結婚唔係全部人都長遠，有分學都已經回答唔到啦。再問啦，有分學咁你啱幾名都成年咗，有啲人可以自己一個啦。咁點解仲係全部人都應該結婚？因為如果結婚就有孤獨感。情況嘅封面文字結束，跟住落嚟個反派封面請。我方派出一面。請選擇。我選擇有方嘅一副。有方話變題出嚟當時係佢收人結婚，話係唔正常啊！但我方就漢語詞典當係指應當嘅意思，即係應然性討論結婚。即使由方入角度，理所當然一樣係指按道理而應該如此。所以有方邊度有強迫嘅意思？首先，我方所講嘅係出處裏面，佢係有包括唔結婚就係唔自然，唔係理想。邊個出處？根據網上水貝出嚟，而我方就係話啦，而家時代水貝出嚟，你一直講一句，就話有人結完婚之後，突然跳出嚟話，男係當婚咧，女係當嫁，一句意思，一句話就冇任何定義解釋喎。其實我方所講嘅係出處裏面後面跟隨有一句説話咧，係令到佢有理所當然嘅意思，但係而家根據時代進步，我哋都有去睇字典都明白。喺有方其實解釋得唔清楚乜嘢叫做強迫，咩叫當啦。所以換言之啊，今日咧再睇從唐宋時期字眼啦，其實係男大須婚，女長須嫁，但明清嘅時候變咗做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由須變當，反住社會都強烈鼓勵結婚，而唔係強迫結婚。如果須同當都係解強迫嘅話，咁點解明清時期又會用當呢個字咧？首先，我方想講嘅係，我方出面從來都會講話要從來喺論點裏面從來都話。啱啱咧，呢個君面還字嘅時候，你方嘅主辯係同我哋講話，要強迫阿上人結婚啦。咁有方咁，然後即係又話唔正常喎。咁請問有方係自相矛盾？咁因為如果你結婚有一種應然性嘅話，咁我唔結婚，我方所講嘅咪話一種唔結婚咪變咗。如果根據呢個邏輯，唔結婚咪變咗一個唔正常咯。因為你話結婚係應該。咁即係唔正常，即係今日有方，即係乜有方答翻我先？有方覺得話結婚係強迫定建議呢個當字？結婚係應當字係應該咁解？應該咁解即係建議啦，同唔同意？同意啊！即係好啦，有方既然同意當即係解建議，咁我哋落下一個啦。咁嗱，今有方劃分呢個定義啊，係要話係要指有家庭或者子女啦。但之後咧，有方又同我哋講話有愛情，愛情先係重點。咁不如問翻有方啦，多謝大家。
由一個有條件變冇由一個有條件被愛嚟變成一個冇條件被愛咧，我哋就要去結婚。其實有婚如何論證係所有人都係咁樣嘅諗法咧？有婚同學都有婚同學啱啱都承認，都係主辯都承認咗啦，唔係所有人都會想結婚，而反方而有婚嘅一夫都承認咗啦，唔係所有人都揾到伴侶嘅。咁呢種情況下，即有婚論證係一啲揾唔到伴侶嘅人結婚點樣成為一種應該咧？你應該點樣同佢講話結婚會係應該？其實有方今日做嘅嘢就係僭建咗辯題。佢同我講話，有意願結婚，想要愛與被愛，揾家揾到伴侶嘅人就應該比拍拖更進一步。我哋去結婚，但呢樣嘢係冇討論價值噶嘛？因為你已經幫辯題加咗個前設，而令到你今日根本唔係論證緊所有男，所有男都應該當婚，所有女都應該當嫁。我哋再睇啦，當時嘅定義有方都識講啦，唔符合當時嘅潮流。同當時嘅社會思想習俗不相投合啊嘛，咁我哋首先睇下社會思想習俗啦。我哋而家講緊嘅係結婚係喺現代社會已經唔係再係利益作為前提上嘅關係，呢樣嘢有方係承認咗嘅。而當男主外女主外啲性別定型不再，無需要依賴婚姻，無需要各取所需，呢係古代令到佢變成一種應然性嘅原因。而呢啲原因喺現代應該復建嘅時候，佢點解會成為一種？佢點解成為一種應？點解會有一種應然性咧？而家我哋再睇下時代嘅趨勢啦，結婚率一直下降喎。中國結婚登記喺2013年嘅1400萬對跌到2020年嘅800萬對，咁現象唔相符嘅時候，有方需要論證當婚當嫁點樣反映到呢個現象啦。其實而家社會態度越嚟越開放啦，例如喺唔同國家，美國啊、德國，佢哋都開始實行同性戀合法化啦。對於同性情侶嚟講，咁想問你，如果今日呢啲同性戀冇男女之分，咁佢哋係咪就係唔應？咁佢哋仲符唔符合辯題咧？多謝各位。剛才有負面的發言時間為3分零7秒，無需時無需扣分。接著落嚟有請反方一同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會有主持人嘅致辭。
index 發生成功一百對有六分一嘅成分，只有三對人發生求情超過九成，係潛意識被對方嘅互動性吸引。所以相處之間傳達良好後，性格先可以改善。就算身為伴侶，都想為對方好一線，充分監督，改正對方嘅生活習慣，更早發覺亦疾病援助資源。想問翻朋友方，你覺得解決孤獨問題係咪社會需要咧？多謝各位。各位大家好，一副講過婚姻提供情緒支援、物質同心理上的扶持進步，所以婚姻試試繼續成為現今的主流，有方反對不到。可惜今日我非常相同標準，因為我要我分論證強迫想人結婚之後咧，亦希望自己講翻，希望覺得自己講緊建議，而希望咧。
要論證啊，好多人想結婚，又話想結婚之餘咧都唔夠喎，就話呢個要係潮流先人可以。但問題係啦，咁多人想結婚，咁咪表揚潮流咯？點解真係想結婚唔等於潮流先？因為係有方嘅問題在於，即係有方人同我哋講話，但係依結完婚之後會離婚啦，因為令到結婚就唔代表長遠嘅約定啊。但問題係結婚之前嗰一刻根本冇人知道未來會離婚，或者因為我分析係結婚當刻雙方係有長遠嘅打算，要即時睇結果。澳洲著名作家辛博森喺撰寫佢著作《羅西教育》嘅時候，曾經提過人如果要經歷七到八月嘅戀愛，先至揾到結婚嘅對象，證明係有方所謂嘅中國八年連續升咗嘅離婚率，明顯因為婚姻有長遠嘅承諾，所以離婚率絕對比拍拖而更加低。拍拖並唔係結婚嘅另外一種選擇。在各位，其實，所以咧，再容我講一句，年輕人最緊要啲咩動力？佢成日結婚啦，係愛定責任啊？我分答案係兩隻都有。結婚咧係愛情階段二，係拍拖嘅終點。拍拖唔需要對雙方未來負責任，合則來，不合則分。好似有方所講，所謂嘅愛啊，冇咗愛就喺突然之間唔結婚，冇咗愛就喺突然之間同你講，我哋唔適合啦，我性格不合，屋企人唔俾。但結咗婚之後，大家係互相磨合啊嘛，磨合嘅意思就係知道大家嘅優點同缺點，唔會因為某一時激情而分開啊。但係係啦，所以咧呢、這個責任通通都係枷鎖，而即係因為佢夠愛啊。夠愛佢哋，所以先至唔會喺結婚嘅時候離棄另一半。啲責任喺有方眼中啊，原來通都係枷鎖。有方從來都係企喺直接結婚嘅新人去理解結婚，佢真係所愛嘅人，佢哋要會因為足夠愛成日嘅責任啊，正就忽視咗我方，就好似我方咁啊，因為足夠愛變啊嘛，先至願意犧牲咁多。而喺結婚嘅過程裏面，變咗呢段身份嘅轉變，提升呢對新人長大啦，係實在人生下一個階段。就正如之學家哈根所指，人喺社會上面角色，關於權力同責任。而影響我哋嘅行動。假如愛情階梯缺乏婚姻，由拍拖地去生仔，再去家庭啊，中間成兩步就唔見咗，就只會令更加難分清自己係愛情嘅責任。甚至以為愛情唔需要長遠，並促使愛情更加成熟。咩人有方所見咧？就唔通啦！當全世界人即係為短期嘅快樂，即係為一夜情同埋一炮友甚至有方所希望嘅關係咧，再講落去，有方再嚟同我哋講啊，話有。很多的人能夠藉住結婚而去達到很多的直接拍拖而達到很多的東西，所以今天的辯論就不應該成立，但有方式都沒有令拍拖的應該有什麼領處給大家。三分鐘嘅發言時
強迫曬呢班唔想結婚嘅人去結婚。咁好簡單，而家我去建議呢班新專業者結婚。我哋只係建議佢哋，你可以依照你個人意願選擇結婚，但係我哋建議你結完婚之後，你人生會幸福好多，你嘅條人生嘅條路會易行好多啫。正月時間為20秒，足夠少少。因為有方。
係追求你方所講的結完婚嘅幸福嗰種感覺嘅人，你要建議佢哋結婚呢種呢種想法根本係荒謬嚟。如果嗰個人根本都唔想結嘅話，为及你所需的生活带来惊奇刺激。
令咗結婚咧係個人嘅選擇。而最後由方傑年咧就同我哋講咧，人人都一定會想揾呢個人陪伴，但係李方唔反對我方講話結婚係一個個人嘅意願啊嘛，係咪有方？係啊，有方其實係有人唔想結婚嘅，係有人想孤獨，咁又有咩問題咧？最後尾想有翻有方，其實有方嘅主線已經推翻咗，同埋有方前面問題，因為結婚係唔一定係好似有方所形容到咁完美同埋咁長遠，因為我哋今日見到結婚離婚率上升咗，咁就正正反映咗其實結婚再唔係一種保障。多謝各位。收拾平凡與分子，各位經理第一聲計分，正反雙方可以各睇各位談下代表嘅交際嘅。正方開局嘅主要兩個論點咧，就係話第一個，結婚同埋生育咧冇變卦。
第二個就係而家社會之下咧，性別仍然都不再流嘅，因為正方嘅兩個論點開局。反方嘅論點嘅開局係咩呢？我哋人係要需要互相扶持嘅，第一個論點嚟講嘅。第二個論點就係話，我哋要推崇一個長遠長期嘅關係嘅人，兩個係從婚姻嘅角度嚟講。我覺得好睇地方咩呢？而啱啦，因為正方從時間嘅角度，從客觀環境去立論，反方從婚姻嘅價值上立論，會應該好睇一場比賽。但到最後發覺係中間嘅四位副辯，我係唔知道大家做啲咩，然後去到自由辯論都唔知道大家做啲咩，係啦。所以我想大家拋翻啲問題，大家睇翻 A Mat 發生咩事會係。我嘗試諗啲問題。好似大家係咪想拗咗好多定義問題而走偏遠咗咧？會係，即係可能我嘗試高辯或者可能拗定義啦，即係反方即係正方定義啦，唔俗語啦，冇明確出處啦，會係。跟反方就嘗試引水滸，嗱呢個我都嘗試相符啊，就瓜相水滸後轉啦，會係。OK， 咁咁當然你問我。大家拗埋嘅就係後屘嗰句就係好似係劉洋唔記得咗，係劉洋就話考咗理知當然嗰個句子啊。咩叫理知當然？理知當然等於強制，理知當然係咪等於要逼人哋結婚咧？會係因為如果我記住成日嗰啲高卓然就揾佢朋友幫佢寫禮書，然後幫佢女嘅婚事完結咗，然後冇記錯係嗰個朋友咧就話南大東兩家兩大當嫁。係應該你知所言啦，跟住兄長之舉咧就非常之好啊，咁樣純粹陳述咗一件事啫，會係。咁大家今日頭先拗你知當然已經好奇怪啦，咁係。咁啊，反方開局突然間我應當啦，你答上答應完先啦，而不斷地強調反方好似講緊咁多，就我哋倡議、強烈建議、鼓勵你哋玩翻個盤啦，冇咁孤獨啦。所以我開始拗你哋係咪有啲咩原因令到中央嘅策略？亂咗，所以我不斷 brainstorm 我聽到嘅字眼，你哋想做啲咩咧？究竟發生係？主持好正常，我好平穩個位，但中間開始好亂流嘅，去到自由辯論嘅下班，我預計可能第一場情況就係啦，係人多人少問題，多人結婚等於合時宜，仲有人選擇不婚就等於呢樣嘢唔係再唔再合時宜啦，即係講緊嗰個好主觀個人嘅意願，但係你都講過啦，正方個人意願應該唔係一個。應該不是一個很能夠考慮做啲咩咧，婚姻是個人選擇嘅承諾啦，咁樣係。咁所以就係在於應該討論的焦點就係在於正反雙方應該跳入去對方，你哋話婚姻是互相扶持，婚姻是推崇長遠關係。咁即使在正方所講，而家性別定型不再，可以女主外男主內，係咪等於呢個承諾不再咧？呢、這個扶持不再咧，會係？調翻轉，調翻同學，你話而家婚姻同生活必然性啦，會係咁理論上你都可以推崇緊個婚姻嘅。咁應該講咁理論上你強調嗰樣嘢係冇呢個觀念喎。咁我哋唔係話唔鼓勵結婚，咁已經冇咗個社會責任啊嘛。你強調嘅係咁，你都可以講翻你個觀點冇嘅，即係對方個框架上面。當如果學你嗰啲人啲人生翻小朋友先，如果你唔生嘅話，咁承諾冇問題，咪承諾咯咁樣係。但係你唔生小朋友啊嘛。即係我覺得你用翻你嘅主線，你界定嘅戰場同對方嘅討論路，而我覺得今日呢個就係正反雙方去中後場好亂，而我開始有少少迷失嘅感覺嘅原因嚟嘅。咁所以呢啲位置上面，我會覺得嘅大家可能睇翻 pay 咩睇發生嘅時候，喺教練可能再睇翻發生咩事會係呢個第一樣嘢啦。會第二樣嘢就係、是。大家的稿件上我懷疑另一個問題令我開始迷失是好像大家中間的時候就不斷離開了不合時宜四隻字不斷說的婚姻好婚姻好婚姻什麼異婚姻的離處婚姻等等等等那你所說婚姻有這個的意義為什麼它是合時宜呢你要發覺了因為我發覺主席設計上面就是嘗試講的是討論緊婚嫁的概念你將佢話分解喺現代任何睇法，隨時代嘅轉變，咁所以將佢定性為係有長遠嘅承擔，係兩個人同行就 OK 啦。你定義好多嘢，我欣賞住先，即係大可年齡22至32歲啦 ，OK， 即係
即係應該早啲分，唔應該遲分啦。我哋嘅立場嘅話，咁但係中間嘅保健反駁嘅時候，好似冇嘗試同我講你哋講嘅內容，竟同律政緊要辯題係不合時宜，係合時宜有咩關係咯？所以變咗就好似你好似即係人哋正方話你打英，你好似即係打英，我哋要強硬英結婚咯，因為結婚有好處咯嘅。咁結婚有好處，咁正方先問你咁嘅普遍性邊度咧？喂，咁你哋好似呢啲位好似喺自由辯論啊，或者隔離得唔清楚嘅。咁正方堂都係嘅，咁你哋開局就問咗啲客觀嘅轉變啦，會係。但係中間回應人哋嘅時候，啲嘢係回應唔到，咁可能已經不合時宜啊嘛。咁你哋稿件上面表達上面係咪有一啲地方寫唔完份稿或者唔清楚表達上唔清楚咧？會係。咁所以我覺得今日正反雙贏，我見到就有啲辯員喺中間講話突然間輕咗啲。我唔知道即係啲地方可能係掌握主持唔清楚啊，定還是份稿件唔清楚，定還是稿件未寫完啦？會係。我覺得呢個可以大家去反思翻準備過程有咩地方。發生問題會係，咁所以咧，我主要係唔講太多啦，因為我嘅係present 係再 manner 啲啦，即係 present 我覺得係正方嘅主辯你係轉數好快，亦個語速都跟到你要做到嘅轉數，所以你講嘢好快，但係我會覺得我會嗱我講説話都比學生學快，但我跟上你嘅。轉數跟上你嘅語速，我都覺得有少少辛苦。咁反方主辯同學，你 present 你份稿嘅時候都有啲難，但可能內容豐富。咁但係我嘅注意翻，咁啊正方結辯可能係內容上唔係好足夠。依位係，即係我覺得 present 依位大家啲好多地方係表達唔好清楚，或者係好依賴稿件，可能好多時候忘記稿件，依係 minor 啲地方。但我嘗試推敲嘅係，係咪即係可能準備得唔係好夠時間？定還是咩原因？我覺得呢個先係大家可能反思翻嚟緊下一輪比賽，或者之後嘅比賽點樣再改善嘅情況。咁我嘅建議就係。根據評判嘅寶貴意見，咁接住落嚟。好，我先翻先。我會覺得我都同意頭先阿侯長嘅講法啦。呢個咧係一開始開局可以跟住急轉直下嘅賽。係聽到越嚟越要唞大氣嘅，你聽我唞幾次大氣，真心嘅，即係唔係專登做俾你聽，而係咧好痛苦啊！覺得有啲聽得，因為我哋即係我又要評分啦，我又要 mark 你哋啲論點啦，跟住其實你哋講得唔啱唔啱我聽唔係重點啊嘛，係你哋講得唔啱聽，人哋有冇懟翻你唔啱聽嘅地方係重點，所以其實我哋咧個 CPU 都要轉得好快。咁於是咧就出現一個情況，就係當呢件事超級混亂嘅時候咧，就真係有啲痛苦。這條呢題目呢是一條陳述題啦，咁其實但係我發現咧，正方今日有一個嚴重嘅問題咧，就係佢唔係好分得清楚陳述題同利弊題同應言題係有分別嘅。例如咧，你淨係將成個題目咧放咗落去個當字嗰度，你可以因為咧個當字的而且確出現，你想將佢解釋為依個應當係可以。理想裡面有一個應然的成分也可以，但是你不要忘記有一樣東西叫不合時宜嘛，即是說就算你真的要論應然題，都不是你四個同學覺得的應然題，這個跟平時我們去討論政策題、這個香港應不應該做什麼、這個學校應不應該推行電子書包諸如此類是有分別的，因為那類的應然題是說你的倡議，這條題目是定義題，它限制了不關你四個人怎樣事，也都不關你們怎樣理解這件事好不好事，是關在這個時勢裡面的人掰不掰這句說話事，即就算你要行應當，你不想行現象，你都應該要去討論這個時勢裡面的人是不是價值判斷覺得這句說話是正確還是不正確，好還是不好，不到你們四個說的。但是今天全場呢，你們就跌了進去這樣的情況，對我來說是全場都離題，那不是我糾正，開辯是沒有離題，其實我很同意學水所說，開辯我是覺得我不要，兩邊的分數都很高的，因為在我的眼中你行緊做什麼呢？你是行緊呢，現在這一句說話是捆綁了傳統觀念，當這傳統觀念已經 fade out， 那人呢要結婚的那種的pressure， 無論那個 pressure 是來自什麼地方，即是那些人
義啊，甚至日本嗰啲乜食辣乜食辣嗰啲洋芋厲害咯。嗱，你如果係呢個咁樣嘅形式喺你嘅一二結辯咁樣走埋落去咧，我覺得會係好聽嘅，而且我 expect 好聽添。嗱，但點解我唔會話咁樣都叫做好好咧？因為我覺得如果你真係行呢條路線咧，你呢句説話可以捆綁嘅傳統意識咧，即係中國文化裏面咧係更多嘅。咁我都會覺得唔完整嘅，因為你淨捆綁咗兩樣嘢啫，即係個性別同埋個生育，其實仲有好多嘅。即係究竟呢句説話對於以前嘅人嚟講，點解男咧女人點解要嫁人？我諗大家嘅想法就呢陣等阿老師補充啊，中國文化角度點解以前啲女人要嫁人有好多原因嘅。嗱，點解男人都要結婚咧？都有原因噶嘛，因為以前覺得男人係要擔大噶嘛，咁你要你唔可以有私生子啊咁樣噶嘛，咁你要開枝散葉啦，同埋你要負責任啊嘛，因為我哋修身齊家治國天下啊嘛，咁你收咗個家先，你家都冇你講乜鬼走去其他嘢啫，咁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文化嘅定義喺後面捆綁。你如果真係行呢條路線，跟住你同我掃曬呢啲牆咧，我覺得 yes very good， 但係冇。咁所以咧就有啲浪費咯。另外咧就係、是、另一樣嘢咧，就係、是、你哋頭先講到嗰啲電 voice 嗰個問題咧，其實佢哋又冇答你啫。但係我又會覺得呢個未必係一個好好嘅處理方法，因為啲人行入結婚嗰刻唔係為咗離婚啊，即係佢離婚就係之後嘅結果啫。佢行嗰下嗰分係佢好似佢哋嘅講法咁樣，佢都係希望長長久久，跟住無論五疾病貧苦乜嘢，同你行埋一世落去噶嘛。不過之後結婚咁就冇辦法啦，即係離婚咁樣。咁所以我會覺得呢邊嘅呢一方面嘅問題會大啲咯。尤其是去到自由辯論咧，嗰、那個邏輯嘅問題好明顯。咁所以就有啲弊，呢邊都有弊。呢邊嘅弊又弊在咩咧？同樣道理咧，我覺得個開辯係靚仔嘅。其實你哋今日咧係揀兩個角度，一個角度咧係現象角度，呢、這個角度咧喺你哋自由辯論裏面非常清楚嘅。你攞翻曬啲數據數佢，喂，咁而家總之好多人想結婚啦，你要加埋佢係即係不合時宜啊咁樣。咁你打現象係 OK， 但係你開面其實更加大嘅，或者你上半場更加大嘅比重係放落去買動機。咁原本都好睇嘅，因為咧我原本 expect 正方咧係會不停咁樣咧同你講社會嘅外部壓力咧消失咗，所以咧啲人就唔覺得有呢個迫切性要男大當婚女大當㗎。其實好多人今日咧喺討論呢條題目嘅時候都忘記咗，將個當字純粹去理解成應當。其實個當字咧有呢個字嘅意思咧係講緊。年紀大咗有呢種迫切性去結婚，甚至迫切到一個地步咧，佢可以凌駕你其他嘅婚姻嘅選擇。年紀考慮行頭先咁樣，係有個咁樣入咁樣嘅意思喺裏面嘅可以。咁但係 anyway 唔緊要嘅，退翻你哋自己嗰個理解都係可以。但係個重點咧就係、是，如果你係個外部勢力，外部勢力添，外部聽得太多呢啲講法㗎，外部嘅壓力。呢邊咧，其實你係講緊一種內在嘅動機啊嘛。你所有嗰啲喂結婚就係為咗保障，結婚咧就為咗許諾，結婚咧就為咗夢想。呢啲係乜嘢咧？係就算冇咗姨媽姑姐啦、父母之名、媒妁之言啦、社會嘅咩咩女權，即係個經濟環境啦，你都要噶嘛。咁呢個係咩啊？係一種內化咗嘅動機，即係話呢句説話喺你哋嗰條 line 裏面咧，係一種內化咗嘅動機嚟。呢種內化咗嘅動機係唔需要你哋。咁所以喺你條拉裏面咧，係現象加動機啊嘛，咁啊好好好地行咪算咯，但係冇喎，跟住落嚟咧就無啦啦跳咗落去佢哋嗰度咧，去講點解要支持男大當婚女大當㗎？因為有咩作用、有咩好處、有咩功能係嘛？如果唔係咁就會點？咁其實咧係放棄咗自己條拉，咁明明開場開得咁好，點解要放棄？咁至於同性婚姻嗰個例子咧，又係一個即係嗱，點樣可以睇得出？你哋對自己條拉唔清楚咧？頭先我講離婚率係一個情況啦，你哋唔識搏啦，係咪？即係第二樣嘢好明顯咧，就係同性婚姻啦。同性婚姻嘅潮流係乜嘢咧？同性婚姻嘅潮流係爭取同性婚姻啊，係咪？即係而家嗰啲同性嘅伴侶，如果真係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或者婚嫁嘅諗法係唔合時宜嘅，咁大家做咩要咁熱切去追求同性婚姻咧？咁啊同居咪算咯，佢哋而家都係同居中㗎。但係全世界不同文化都追求緊同性婚姻㗎嘛，都想行前一步㗎嘛，好多嗰啲族群。咁點解咧？就係、是、因為佢哋覺得婚嫁對佢哋嚟講有意義咯。咁同性婚姻咁有好多原因嘅。咁但係點啊？如果你係諗得清楚你自己嗰條拉嘅話咧，同
亦都冇踢拉，所以咧就出現一個情況，係我要將你哋説話嘅碎片歸納成為我頭先理解嘅嗰個咩，咁係唔應該嘅，因為評判點解做呢啲嘢？咁但係因為兩邊都係咁樣啦，咁所以就唔緊要啦，兩邊都係咁嘅時候。咁但係如果你遇上嘅係一個歸納或者開聽嘅能力強啲咧，你呢種要評判幫你重新歸納嘅過程咧，會非常時間，哪怕你條拉係靚仔，你講得好都好啦，你就會繼續下去咯。咁所以我會覺得有即係係可惜係可惜在呢樣，兩邊都係開條好拉，但係同學承接唔到。咁到最後咧，我想講就係呢類題目咧喺香港係比較少打嘅，其實呢啲係華語賽事嘅題目比較多一啲，打哲學啊，打價值觀嘅係難打嘅。佢裏面講緊嘅咧係即係唔同你政策題啦，政策題你冇理佢話，你都可以有啲數據出嚟大家拗一餐，同埋有啲乜嘢即係政策標準各樣俾你去做依據嘛。呢啲題目咧其實好講大家對語義邏輯推論能力嘅掌握，最容易咧係令你哋自己覺得混亂嘅原因就係所有同學都有一個情況不停咁樣跳 concept。所以在比賽過程裏面，我會建議你哋翻可以諗法，你哋要 always 都令自己 nail down 嗰個字嘅意思，甚至乎咧可能要揾張紙直情寫低佢喺你眼中不合時宜係咩意思，長期望住佢對住佢 ，always 寫個 check list 睇下你究竟係咪仲係講緊呢條辯題裡面嘅意義，同埋要留心咧，放喺呢一類嘅定義類嘅辯題咧，其實並不適宜淨係拆散一個個 concept 嚟討論嘅。因為咧，老師一陣間可以補充更多嘅語文科老師，一句説話咧係睇 context 嘅，唔係淨係睇 concept 嘅。你上文下理成句説話整體語境咧係要考慮嘅，如果唔係咧就會出現好散亂同埋跳 point 嘅情況。咁呢個就係我嘅意見。
分書嘅。咁而呢一個背景底下，你係咪有更加多嘅可能討論空間係你可以攻擊到正方嘅咧？即係呢啲位置我係覺得你哋可以嘗試去再講多少少咯。而去到後面，其實我都覺得係都相當。